不一定一名不是民众找到一伙伴领导拜访朋友，朋友出来有一只米克斯犬，对他来说原本是真主动接近，没想到领导由阿哥陪伴自己活动时狗仔熊熊转身对领导的头壳咬落去，一边的大人看到赶紧救援，领导被咬到了后身躯是真侪所在都有受伤，尤其是头壳上严重，一空嘴目深3-5公分，目前已经转送台中的大病院来做治疗。可能着惊嘛，可能是空嘴伫听，囡仔不时着妈妈吼，黄成民将阿婆唔敢要将孙抱条条，一个囡仔互狗仔对头壳咬落，头壳有五个空嘴拢真深，好加在无伤着头脑。头皮分大概五个狗咬伤的部分，然后原则上来讲，大概头皮的裂伤比较深一些啦，不过是没有很严重的在出血啊。伤口有伤及到你那个脑部吗？没有，我们做过电脑断层，颅内没有出血。意外发生在17号下暗，黄姓民众陪查某囝去朋友的厝内讲代志，朋友厝内饲的这只狗啊，原本也真好，无想到后来囡仔由伊的阿哥陪咧四界行叮当，行到我狗仔身躯边，狗仔却突然转性，去伤害这个一岁半的囡仔。我那时候反应过来，他已经被压在地上咬，好像小朋友有叫，然后我就大叫一声，对，然后爸爸他们就。直接冲过来，我要拉开狗，我拉不开，拉不开。对，小孩我也没办法抱起来，因为他被压在地上。阮孙行一边，狗向上挖过，对头壳直夹去。刚才听着阮查某囝咧哀鸣，我刚才冲过，我紧甲狗抓，非当阵狗仔牙齿紧拢个，喙齿拢个，囡仔头壳拢夹着咧。我紧甲狗仔带掉，甲囡仔按掉咧。结果规个拢已经头壳拢破个。黄姓民众更加生气的是，狗仔主人伫发生代志以后，也讲这无啥要紧。狗仔主人澄清，这完全是误会。结果今日来个急诊室时，竟然这个出租打电话讲哦，这无啥要紧。结果来随我来做一走，安尼敢对？他有关心啦，就说啊，怎么这样子啦，安尼啦。是啊，他听昨天晚上大家都有喝酒，他讲话好像你知道讲话说话哦，我怎么讲？他其实他心里要怎么讲，他不太会表达，不太会表达。你就知道喝酒的人就是讲怎么讲，所以我们对他也是很抱歉的，因此。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潘先生表示，伊的狗仔过去从来唔捌发生咬人的事件，伊嘛唔知影啥物原因。伊对囡仔甲黄先生感觉是真歹势，嘛绝对有诚意来甲对方协调后续处理问题。阮会处理的好解安尼，好，好无？好，关心我，我即等下要去来看。有啊，伊在该状况伊安怎咩？啊，嘛爱再讲啊。等下囡仔看情形了。意外发生，这只狗仔哪像知影家己惹代志啊？安静咪伫车卡，无就对伫主人身躯边。潘先生事后嘛赶到台中关心囡仔伤势，后续要如何处理？黄先生表示，将等待囡仔伤势稳定以后再来思考。这件意外，警方甲相关单位嘛将介入调查了解。记者王兆成采访报道。